伙伴们，我今天在游戏中发现一件特别吓人的事情，你们想不想听听？伙伴们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无所不能的手，对吧？它可以挖石头，也可以创造石头。伙伴们，我们看到手就可以猜到这个手的主人。对，我现在手的主人是魔闪闪，对吧？伙伴们，我现在这个手的主人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手的主人是，你先打在评论区，伙伴们，这个手的主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卡卡，对吧？伙伴们，这个奇怪的事情就和手有关系。我发现了迷你世界中，按照正常的情况，每个人的手都是不一样的，并且每个人的手都有它的特点。但是迷你世界中的怪物，迷你世界中的生物，伙伴们，他们的手是什么样子，你们想不想看一下？看到之后你肯定会惊讶。伙伴们，在游戏中我把我的外观改成一个稻草人吧。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稻草人的手是戴个手套的手，但是我发现在游戏中，伙伴们，他的手为什么是卡卡的？可是我明明用的是稻草人。我又试了一下其他的生物，伙伴们，每个人的手都是卡卡的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他们和卡卡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他们的手都是卡卡的手呢？这是不是很吓人呀？